妈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嗯，去吧。嗯。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准是他那宝贝儿子鸣人打过来的。奶奶，要不我让妈喊鸣人一块过来吃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吃我们的。鸣人呢？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今天中午大嫂妈妈请吃饭，你赶快过来啊。什么？不行啊！你都知道奶奶会生气的。好了好了，那我知道了，晚上回来再说吧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嗯。对不起。喜鹊，田风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一点都没变。怎么会没变？都20年了，我老了。没有没有。你一点都没老，在我印象中你就是个样子。这么多年你好吗？我还好。我到老家找过你们。对了，今天你跟谁来的？我跟我婆婆还有明德他们夫妻。明德夫妻？明德结婚了？那小的呢？就是我抱回来的那个。什么呀？听个电话听那么久。不在，你竟然追到这儿来了。妈，不是的。不要说了。王来成，你误会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跟你有任何牵扯。走。想不到在这儿竟然会碰到喜鹊。可是想跟他多聊一会儿的机会都没有。